我们看这一题，这一题他说哈，全校有360人啊，七年级有100人，那么在圆形图中所证的圆心角应该90度，这不对啦。这全校有360人的话哈，画成圆心图的话，刚好呢一度一人啦。那现在100人的话，刚好是100度了，不是90度了，所以呢这个答案是错的。